87年出生的张馨予有着绝美的容貌、完美的身材，在娱乐圈里有着自己的一席之地。她的美貌和身材受到众多网友的追捧，是大众眼中的情人。张馨予的出道伴随着绯闻与争议，自出道以来，各种负面新闻围绕着她，她的一举一动都会成为娱乐圈里的头条新闻。4月11日，内地人气女演员张馨予发布了一条微博，称用完滤镜再用手机前置了解一下，并附上了微笑的表情，看上去淡定自若的样子。看到如此真性情的张馨予，网友们纷纷表示，这下张馨予真的是放飞自我了。不过网友却被脸上的颗粒物给吓到，看到这么大胆的张馨予，网友们也开始感慨，现在的女明星都这么放得开了吗？张馨予也算是个标准劳模了，不但有多部作品上线，出席的真人秀节目也是圈粉很多。张馨予一直在全力塑造全新的自己。